哎，轻松出门，哇！买了大包小包的，是要去哪里？眼睛大小。然后轻松出门。都忙我在哪？还好啊，没拿什么、啊，还好嘛。还好啊，也是还好啦，普普通通啊。哇！身为一个职业父亲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哎、欸，那你小孩嘞？小孩嘞？我小孩。哪里职业父亲？总之让我放假一下嘛。黄金单身汉呢、欸？加加。你不是说现在讲一段话？耶！Yeah, 现在早上8:30，从来没有那么早出门，很开心。看我后面塞满满，要带什么就可以带什么。好轻松，没有小孩跟，好爽啊！享受单身的日子。我也是，我很想他们。啊？三个小孩很可爱啊。已经想得到我3天后的情景哈、啊，这么快了呀？还要接他吗？对啊，还要接，不会直接睡了。八个。80年的老店，李毅说他肚子饿，他刚在高速公路上查一查，就查到这一家，我就说啊，这我之前就知道，我也有做功课，一直没有去吃。我跟李毅吃饭其实是超级无敌不合，南辕北辙。你有必要强调吗？还好吧，我就是，我也是很配合你的耶。是啊，他是真的蛮配合我的，可是我们真的口味真的完全不一样。会啊，卤肉饭我也很爱吃啊。我喜欢吃那种就是老老旧旧的，他喜欢吃那种亮亮星星的。屁嘞！他，我比较含蓄啦。他其实就是吃装潢，而且他吃一吃那间都会倒，而且都没什么人。啊，我们吃的就是人很多，但是也许卫生条件。你赶快专心开车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哎、欸，到了哎、欸，门口。哇，福泰饭桌第三代，那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吃。下一个交流道在哪里好啊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因为我开车有点累，需要休息一下。快到了，耶、yeah, ！终于，你有没有开心？快到了。这是全台湾我最喜欢的饭店——华泰瑞苑。这不是业配哦。他没有招待哦。
你已经吃饱，赶快再点一个。有啊，你不是点两个？你桌上是要上几个？我刚吃了一个东港八桂，第四个东港八桂。那个鸡胸好吃，之前还有猪肉，猪肉也好吃。嗯。我鸡胸我要自己吃一个，不要吃我的。你要吃，你要。我先吃一口。你要吃，你就再点一个。好，好，我先吃一口再说，好不好？我为了吃更多，我刚才很认真运动哎。我也要自己点一个。好啦，先给我吃一下没？不想给你吃。欸，小姐，这个可以再给我一份吗？再给一份吗？对，这个就好。鸡胸嘛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最后点餐时间是11点，所以已经不行了。对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？刚刚有问过吗？没有哎。没有没有问。有在帮你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又不给我吃，害我那边要问一下。真的很烦哎，小气鬼，罚你喂我。好了，给你吃一口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好了，两口两口，多送一口给你。还有挂下去。嗯。我们吃完这一餐，等一下中午可以不用吃了。废话，他今天吃这一餐等于吃三餐了。讲了什么？说在这边呢、啊、很好，对不对？撑个伞啊，躺在这里啊，欣赏雨中风景不错啊，根本遮不住，冲过去一下全身也淋湿，还要哪有，我们有毛巾好不好？有毛巾就这样可以收。我真的是傻了，竟然在信他，还把这雨伞自己撑起来，有毛巾啊，挺舒服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人家没毛巾都继续搭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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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过第一次在雨中这样撑的，哇，好酷哦！等一下要去潜水了。初潜者是11、12米，是不是？11、12米是极限，一般正常的话，那么6米到10米之间。越潜下去就越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压了。那教练就是从事这潜水工作多久啊？我看我这么老，我知道很久。好酷、哦！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台北，台北，淡水，淡水，啊？我们家在木栅文山区啊、哦，真的哦？哦，那你怎么跑到这么远来当教练？对啊，流浪到这里就没回家了。哦，我今天要去唱水啊！哦，要去唱水，好，潜水。啊，教练，我会紧张的，怎么办？不要紧张。我刚才在华泰绿那边游泳池练习潜下去，潜游泳池。小时候好久没碰水。好，来。我们在岸边练习。好，边二。真的安全吗？会不会有什么
问题。猫王要下水了，他很紧张，他非常紧张。哪有紧张 ？OK 怎么比 ？OK 怎么比？哦，好，有问题怎么比？哦，好，有问题比哪里？耳朵比耳朵，面镜比面镜，知道吗？来，上去，下去。好，很好，跪站着跪着，哎、欸，对，照相。哦，好好好，啊、不错不错，还有记得，非常好。哎、欸，你那眼镜是不是丢在这里？肩膀放低。对啊。蛮重的哎。对啊。哇，真好。你看，我拿 GoPro 就是我拍你，还是你要拍我？好，我拍你好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啊。好，我拍你好。我现在只在专注练习呼吸。而且我还想要当妈，我还想要抱孙子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对啊，教练他真的太夸张了、啊，羞汗。他可能跟密度也有关系。太酷了！哇，人生第一球！耶！好玩。
功，你平衡没有做出来，没有做出来你就会痛，你有做出来它就不会痛。对，就那吐气用力还是憋气用力？当然是你要吐气啊，然后气不要让它跑出来，不是故意憋气，是气不要让从嘴巴出来，那个大只的跑进来了。对啊，然后他还吓一跳，他看到了，哇！我出去才吓一跳嘞！我出去才吓一跳，我想说，哦，这快溺死了，吓死人了。不是，他是被鱼吓到了。哦，我在拍照，看到他。哎，你怎么刚出去不会怕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是有吗？刚出去游出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会怕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啊？我看到你在害怕。对。你在干什么？对啊，我有点害怕，那个蛮恐怖的哎。可是，一进去，他一带到那个平静水域就好了。这个真的好玩哎。对啊，而且好漂亮啊！教练，我们今天潜到几公尺啊？应该是差不多七八米。有七八米啊！小丑鱼那边我超开心的哎。对啊。超可爱的，超喜欢，喜欢好。你还把那个手伸到人家的那个家里面去？那个海葵有毒啊！啊！被你摸到，你看人家都缩进去。对啊，我吓到。哎，没有，我一直想稍微碰一下小丑鱼啊。小丑鱼可以碰，但是海葵不能碰。啊有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很好玩呢。好，上车。好，谢谢教练。夏天一般这里都很平。嗯。那现在刚好有点涨潮，稍微有点浪，不好走。一开始我还觉得很恐怖。有啊，小丑鱼之后我就很开心。有些人看到鱼，他就忘了压力的问题。啊，对啊。哎，我小丑鱼那天，完全没有耳朵痛哎。对了，你只要有些人是转移注意力，他就忘记了。教练，我潜的还可以吗？你还不错啦，还可以。就是一开始那一下下而已。有吗？你有紧张？我怎么没？有，一开始一下下我很紧张哦。我去拿那个，来成功。现在是在华泰瑞苑，你会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好。这个是大尖山，它是不是很像一个大拇指比赞的一个姿势，对不对？我每次看到它都觉得它在对我比赞。下面那个是苗圃，也就是它还富裕一些垦丁恒春这边的原生物种，一些树苗。那来华泰瑞苑，你可以参加它的那个苗圃观光，它会介绍给你。所以你就会了解这边到底在做什么事情。然后你看，这都看得到海，有没有山，对不对？泳池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。快点，等等，我儿子每次来很喜欢在那个游泳池玩。对啊，妈妈，我们可以先下去了吗？爸爸，我们可以先下去了吗？然后他就会说，哦，我跟弟弟先下去啊 ，OK， 我们就在那里玩啊。然后妹妹就说，哦，那我也要去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妹妹等一下。妹妹就会，哎呦，为什么？你是女生，你要等妈妈。哎呦，哦，他就会开始躺地上。这就是我女儿。这一次来没带他们，耶、yeah! ，开心。对啊，难得度过这几天都没有在发脾气的，好爽。他常常都有一些很出人意表的规划，非常的特别，跟他在一起充满了惊喜，就像他突然吓到我，帮我生了三个小孩一样。害我喷口水，你很烦哎。悠闲的早餐，
隐藏版料理燕麦粥，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的，很好吃耶。天天天天，不知道他厨师用什么燕麦可以煮得那么绵密。哇，超好吃的燕麦粥隐藏版，我昨天来没有事先预约，还没有，后来就跟他讲说明天可以请厨房帮我准备吗，今天就有啦。这个是我每次来必吃的鸡胸，也是很好吃。哎、欸、这是丝墨鱼肚粥，噔噔噔，第二份哦。好恐怖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整桌满满的。好啦，开始吃东西啦， Go。你们不要再玩了，赶快去收完你们的衣服，收你们的玩具。没看到妈妈现在在收吗？她在演小孩在她旁边的感觉。刚吃饭的时候，终于不用吃到一半，妈妈，我要便便。好，爸爸等一下带你去。嗯，我快忍不及了。然后带完一个，下一个回来，妈妈，我也要便便。该为什么不一起讲呢？对，这样不是一起带就好，不要在餐厅跑来跑去，很危险，小声一点，不要影响到别人。对，你到底要我讲几次？为什么你们都不听话呢？还是你要真的我真的看到我发火？干嘛心有戚戚焉？笑死。比较吸引人呢，好吃吗？嗯哼哼，好吃啊，跟我想象中的粉肠不一样。那个介绍很厉害，这真的有厉害，真的值得绕过来一下。我们特别下交流道开很久哎，蛮远的哎，好吃，还不错，蛮特别的小店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刚梨吃下去的时候，还嘴巴里面还烤烤烤，好强！大肠好吃，黑轮片也好吃，哇！瞬间我们吃光光了，我们待还要再续拖吗？吃蛮饱了。好来，好来。你看梨好会吃哦，全部吃光光了，好厉害哦，大胃王。你吃最多还想想？梨进食中，扫光。
哇，我们吃得好干净哦。哦，吃饱了，要离开了。好地方，帅，赞 ，Good， Go， 拜拜。下次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里好远。对啊，这里真的超远的，下次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拜拜。